英雄联盟的凯特琳玩腻了，我们这次呢就要来试看看这个绝地求生 M 的凯特琳。我来介绍一下四大阵营：亚洲统神啊，史丹利、丁特，还有超负荷啊，就是代表这个绝地求生 M 跟奥数联动的四个角色，分别由凯特琳、杰西、菲艾还有金克，是四个阵营。像我就是菲艾了，我就是杰西啊，我们是杰西。然后呢，我呢就是被分在杰西阵营来，就是我现在人在史丹利的工会，就是吃我电池脉冲。那我们凯特琳呢，我们是警长，我们是阵营的化身，我们要去弄别人的。OK， 这个活动呢，哦，你们帮集气的阵营按赞呢，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。然后能量值最高的工会到最后呢，会在官方粉丝团抽那个 Apple Watch。所以这个工会，如果我这个工会有另外三个主播啊，扣掉我们四个，总共26取一，得到 Apple Watch， 这个中奖率够高吧？要不要下载？要不要加入工会一起玩？各位，这个活动的重点呢是这个模式“镜像世界”中间第二个这一个。这一个呢，就是我等一下要推荐的主题。Eranger 玩法介绍：开局跳伞进入浮空岛，岛上有丰富物资，死亡可以复活。开始 6.5 分钟后开放英雄岛，透过光柱进入岛中化身英雄战斗，获取海克斯水晶。第一关我们要先跳到这个浮空岛，它是一个在岛上，然后有很多资源，而且在那里死了没有关系，会马上复活，又有降落伞。然后浮空岛结束之后，我们要赶快跑到英雄岛。英雄岛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当任何你想要当的英雄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切换一次，等等玩了就知道。好帅！有声音吗？哇！答应我不要死，让我体验一下这个奥数跟绝地求生 M 的联动，直接浮空岛干一波 ，see 我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看这大小，射你！我们等下先去浮空岛。好，呼号嘿，呼号嘿，不，加油加油！不知道他们要跳哪里呢？你们是很会玩是不是？就是跟着你们不会死的那一种。等大家，我会加油的。我的重点是介绍好那个浮空岛跟英雄岛。先给大家看画面上那两个点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先跳的浮空岛，上面会有很多资源。打开地图看，地图上黄色的就是浮空岛。你觉得其他三队哪一队对你来说有威胁？啊，当然是丁特啊！不但你要了解一个道理啊，他至少有射过啊。四队里面只有我跟丁特有射过而已啊，另外两个一看就处男啊，所以我们不怕，没在怕啊。完蛋了，到处都在崩人。你妈老子在装子弹，他们已经在打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躲起来啊？好近哦，这个声音，我有了，我来了。什么鬼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我们降落超级慢的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为什么被卡？为什么被卡那个？我的降落伞！稳住！我卡在一个水管里面啊！卡住了。哎，杨明，别走，别走，杨明别走。啊，随便啦。这个这边才是游戏开始啊，刚刚上面只是那个。OK， 小试身手是不是？对嘛，反正跳伞游戏嘛，我们五分钟跳一次。上去喽！飞爱看起来太烂了吧？哎，重新变身，看我怎么变飞爱了。所以我现在直接去揍人了，那应该简单多了吧？妈，凯特琳，妈揍死你！妈揍死你！哎、欸，他会飞啦，作弊啦！那怎么会飞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这样玩了吗？妈揍死你！哎、欸，空投会被打？妈还飞啊？在飞啊？不是这个岛呢，只是让你拿那个海克斯水晶，水晶可以换枪在外面。哇，第一次玩这个。我之前自己单排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兑换我的海克斯武器，我的队友就在那边捡我的东西，真的很气，捡完我之后还打点我。所以我很建议你们加我好友，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很痛苦。兄弟，起飞了，我们上桌、哦，然后呢？怎么玩？
我要换了，我要换英雄了。哇 ，James， 哈哈，一直有人在偷骗我。妈的，点爽没？完了，要裂开了。我们的位置是不是不太美？然后三帅在偷打我们。啊！我要死了。干！你他妈好烂！好。我们要下去英雄岛再重新发育一次哦。等一下，有导游，导游这有暴徒啊！导游这有暴徒，你看这是我的陷阱。哇，导游变成暴暴嘞！哎，导游，导游有玩家，导游我在努力，导游我要死了！导游这英雄岛怎么长这样啊？有傻逼，那锤死他！好赖的，赶快走！哎、欸，被网住了！哎、欸，什么水平？干我被网！哎、欸，怎么好烂？不是啊，他怎么可以把我网住？哎、欸，真的是！对，怎么非要在旁边锤我？到底是什么东西他？每个人都玩飞来就好了，跟球王一样。我、哦、这个车好难控制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你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给你找一台。哎、欸，他有两哦，两个岛可以打，英雄岛跟浮空岛跟重生岛都可以打。这样以后谁还要来底下玩啊？大家都上去乱打。他们提交就下来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是哦，哦，我懂了，这边就是底层人哎、欸，这边捡破烂，上面就是上层人的战斗。底层人的怒吼，奇怪嘞！啊，刚刚那个英雄岛人要杀我的人就这么多，我现在躲好了就没有人要出来。哦，在另外一边，那个是你丢的吗？他死了啦！好，高歌离席啊！哎呀，不敢再走下去了。哎，龟头用快酒吧射我！哇，差一点啊！我们第三名哎，导游，我们有分数了，我们已经挤进前十名了，导游。哎，有人，留位置吗？等等，我真的被关。这么牛啊，那个人两枪直接落地成盒，两枪头没死。哎，下车直接上去哦，童真，上面还有人，上去，直接上去。哎，我看到吗？我没烟了。这毒有点疼哎、欸，这毒有点疼，我去了。兄弟们，好好活着。啊！我看到有人哎、欸，哎、不是，那是你的宠物哎、欸。你们有看到有人吗？我一直往那边看，我也看不到哎、欸。你看你们家有，我有买个医疗包。不行。好强哦！我怎么都没抽到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奥数跟绝地求生 M 的联动，然后官方的 Facebook 粉丝团还可以去按赞哦。你看那个浮空岛、那个英雄岛，死了都没关系。我为了让大家知道死了都没关系，我好努力呢，一直冲到人群里面去。大家可以来玩玩看啊，上面浮空岛打一波，下面英雄岛再打一波，打完再上去，上去再下来，没有停止对战，从头干到尾。还没下载的赶紧啊！我们今天这个绝地求生 M 就玩到这边，嗯。